大家都知道啊，在中国美术馆附近呢，有很多老北京的胡同。这些胡同里呢，藏着一些已经被改造过、充满现代气息的宝藏小院。今天就带大家来探秘一处宝藏小院，叫做石院。这个石院呢，经常会搞一些绘画类、摄影类的展览，或者是文艺的演出。那现在这里就正在举办一个搞绘画的、从事摄影的画家的个展，他叫做何雷。今天一起来看一下何雷的个展。像东城区有很多已经改造过的这种充满现代气息的小院，其中大部分呢，据我所知现在都在搞一些文艺演出，或者是在举办一些个人的画展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在北京的这些老北京胡同的公众号上面搜一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就是何雷老师。Hello, 老师您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介绍一下自己现在正在办的这个展览吧。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个海报。绿象抽象绘画出现之前只有音乐，它是相对比较抽象的一种艺术形式。后来康定斯基提出了说我们要像音乐一样去绘画啊，只表达情绪而不是去表现某些具象的东西，所以有了抽象绘画这个流派，不断的这种摧毁又重构、摧毁又重建的这个过程，它出现了这种很多意外的这种痕迹，有一种不可复制性在里边。何雷老师刚才应该也说了，就是何雷老师之前有做音乐人出身啊，做这种摇滚，然后到做摄影，到做这个绘画啊，其实整个是一个有个线索在的，希望从一种音乐性也好，从一种书写性也好，来传达出一种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于抽象的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。方式也比较独特，绘画的这种方式也比较独特。其实就是一种韵，其实就是用线条构成一个和谐，比较和谐的一种画面。